个我知道你是要拿麦克风跟就是举牌警告，但你都没有告诉我你依哪一条法，你依哪一条公文来这边限制人民的路权。你们可能要讲清楚，不然你们这样是没有办法限制人民人身自由的。有听到吗？嘿，有听到吗？哎、欸，你们现在都是沉默的哦，你们都不讲哦。机关在你们这边执行公务，你应该来打电话，怎么会是我呢？我连电话都不知道嘞。你们基本上那边有公文，要铁公局的电话贴在这边给我，我好打电话。你们连贴都没有贴，你们什么公文都没有讲，我刚问你们至少十次了吧？请问你们依哪一条公文、哪一条法那边限制人民进出？你们讲没有讲清楚？先生，这位。后面两位，后面一二三四五，没有人回答我。后面那位警官，你刚刚也不回答我，你不出来讲清楚，我只能在那边耗啊。恁足忝，我嘛足忝。我要知影我要行倒一条路。我可以，还是哪位朋友？我可以走哪一条路了？所以从后面那边可以再绕。Thank you.
这样就没有回水公屋的那个，因为我只是拆嘛，然后我按那个东西就裂坏了，对、啊，然后就不会有回水公屋的罪啊，我想这样做。我需要灯光，我去买一下喽。啊，你要出门啊？我唔知啊。外面大概是包一个，看到我们是哪里？
什么？所以我没有看到说你有打电话。应该也是二三十位吧，报名报名人员买水啊，大家都在外面。我要从三楼那边去买水。这个是什么？说让你买水。换，你要去看望吗？没有了，我不用了，直接叫人家要。还是叫他先去上班，明天以后再回来。开玩笑。上班。没有了，开玩笑。明天穿那个衣服会见人吗？今天请不来就很惨。啊，你把床准备好了啊？你讲你拢陪你？对啊，没有看懂啊，在脸书上。哎，你用台机，台机啊，所以是听讲明仔载了都是一个同一间厝间讲。是啊，晚上的啊，那就是大家来聚餐嘛，机会我有买一套电话，八十二点等风，我妹妹伊讲我负责电工演出，要打经理官面，我妹妹都去搞我爸啊，要开车，车嘛拢袂当坐，只能拢有车停。没跟人结婚是假公无明仔载。对啊，没有明天的，我这个家毁了，几乎是散了，我的跟我的家人都散了。对，今天也被他赶走了，从此我明天啊。您走的时候跟我们。你等两件，再等两件去办，我继续跟你问，就是你有处他，那是我愿意的。
你已经加多少户了？两年多了吧。哦，没有啊。对啊。啊，所以。去了这边等下就来抓，就是我们就是家人，就是什么事情互相照顾上。啊，我有事他帮忙帮我。啊，你讲英文翻起哦。没有，他刚才是那个女生那个。你是想抓什么酒？那个他就是怎么讲？应该是做事情没留恋了。经济上比较弱势，他就以前就有在护理之后就很短啊，就是从我们看到这样子，那小孩子还17岁啊，啊你要你一个这种渣男，要娶一个囝不简单啦，我们就看在眼里啊，我才讲啊，你这厝你看啊，你讲囝的，你看姐姐啊，你看再等来，看等来去啊，我这边很多成大的都是这样嘞，他们完全付不起，我都免费给他住。他现在都1个月10000多在还了，我认为我值得。他最近两天你的出卡也做什么动作吗？我不知道啊。啊，你不讲有关系？因为他讲的呀，讲那上牙听为止，我替我报告去呀。装修嘛，装修一半。没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只是8坪，啊，装修一半。所以原来装修。可是国外别墅上拢连老掉，就是所有的设备都在后面。啊，那伊该装修一半，不过即马甲你封起来，安尼敢有道理？啊，有道理，无道理，他们说了算啦、啊。真的啊，每次都是这样啊。从外在来讲，我7天，那个林小姐真的很好啊，她说好，7天我立起了。结果那个区长，就讲伊要等伊开会。开播15分钟来到台中不行，今天要做决定。所以那个林伟玲啊，他算跟我算，应该是他功德力了。所以安尼个位置，你敢感觉无公平？真的不公平！哦，我讲上个给我听啦，我算老几啦？我一个市井小民，对不？手无没有什么武器，他们警察一大堆，警察在做客山，动不动把你围起来，看到都规身躯皮皮粗啊，是下当搁在讲啥物无理啦。不过你一半的厝，我用征收安尼，你应该有管理的。对啊，我是跟他讲说，我今天就是要招朋友，去参加，啊，人每个人报名上，我都要准备偌济物件。这几年电工大家都陪着我，越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啊！表姐来了，哎，表姐哦，到我们家。那个玉美。啊，区长讲要让咱到3楼一个回来。哎。要让伊提做几笔啊？唔知啊，区长讲的啊。他总要给我们租户回来吧，就算是最后一天，大家吃个晚餐也好吧。啊，所以现在怎么说？啊？现在怎么说？胡定怎么说？胡定说他要跟警察说啊，等那个什么好，他就可以回来了，就我们3楼的那个住户。了解。朋友都没当着，我这种朋友都没当着。要对点吗？伊去买水，敢甲恁买转来？无咧，还袂看到。啊，伊要对点，互伊入去哦。唔知咧，伊嘛无爱互入来啊。这边是啥人要入去？他表姐啊。表姐啊。哎，有咧，有好入去啊。哎，进来了啦。进来。
这个嘛，这个标签。Thank you.
察真的是蛮夸张的。反正我们告到底了啦。天色很黑，我刚才拍的照片，我发现因为他用闪光灯，所以人脸没有拍出来。反正我们就尽量受证吧。有录影。我们是有在桥上拍的。不好意思，刚才那个因为我妈妈情绪有一点崩溃，我赶快回去安抚一下。我们刚才也有到后面去，然后没有办法，对，他全部封起来了、全部封起来了。我觉得警察先生，你要不要去？你们正在做违法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我想，麦克那个音箱，所以我已经解除过了。他说不足，因为麦克我找到了。OK， 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继续进行我们的活动，然后我们本来今天安排各位是要去住到黄春香他家里面。OK， 好，那现在好像没有办法进去。OK， 所以今天我。那叫大家在这边熬夜，然后也没办法。好，那我们就轮流让各个来声援的朋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表达我们的，就直接在这边讲，然后那个表达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各位可以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你从哪里来的？好，那之前有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那为什么今天到这个现场来？你对这件事情？那个，我想就，从最远的从哪里来？我只知道有人从宜兰过来的，那从宜兰过来的朋友，我叫他回去了。OK， 好，那进不去的话，那个这样子好了，请左心来讲一下话好了。哦，不要，好 ，OK。因为左心现在是媒体身份。好，讲话有点奇怪。那那个，好 ，OK， 来，好，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好，那其实我原本是做高雄国泰市场的二营业，然后我现在在长荣公司。那其实南铁的事件算我比较晚进来关注，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是的，整个全台湾那个高雄的破迁的问题，全台湾破迁问题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政府可以这样子啊、用各种名目去进行违法征收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夸张的。那特别是。为了开发，然后去损害人民的权益，那可能他的程序也没有那个准备好，或者是还在法院的还在准备阶段，甚至是各种常跑，比如说我也常跟着南铁的居民一起去跑那个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这些地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都还没有准备好，那今天就要对居民下手，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那包括西港外环道也是面临到租屋被拆迁啊，然后破坏塘铁遗构甚至是砍伐树木的事情，这个在台南也一直都屡见不鲜，是看高雄都是一样，所以我今天会想要站出来是这样子。那这是我的。哦，就开放挡杆。那个，我想大家在这个地方跟警察站着号，我们应该要保持，因为不好意思，今天本来我们的计划，我先把我们本来计划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警察，这个政府竟然敢公然违法，我必须要强调，他们现在是公然违法，因为。那个房子只有一半被征收，另外一半没有被征收。没有被征收的地方，居民是可以有那个权利来通行。我们是他朋友，我们是有那个权利可以进入那个房子里面的。
我们本来的计划是，我们就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去，然后我们就针对明天要强拆这件事情来进行防守。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可以公然违法到这种程度。OK， 那我建议了哈，就说那个如果有朋友想要在这个地方我们表达一些意见的，那就尽量上来。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解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他耗，老实讲意义也不大。好，我不知道孙江你看嘛。连我的家人要进来也都不行。家人为什么不能进来？为什么家人不能进来？家人呢、欸？连家人都不能进去，警察先生。拜托一下好吗？警察，你们也实在太夸张了。OK，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违法事情吗？我跟他讲说，我七点要请朋友吃个饭，你们八点才封路。那他前是早上八点。对啊。但是他照道理根本就不应该封路，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去封路。十二点有封啊。我知道。好，那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耗也是耗我们的力气的哈。那我们明天呢，我们就约五点半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现场，好不好？我们现场会把它拆掉。我们现场可以拆掉。我们现在拆这个吗？里外对啊，里外会合。趁他们家警察少吗？对啊，就是现在动手。大家愿意吗？愿意啊。可以啊。好，那我们就来啊。等，拆掉。你们违法！你们违法！拆家的，我们这样好好问一下，你们才要好好的冷静啊！三百七十条，你们才应该好好的冷静啊！把我们法律上拆来了，有了吗？没有，要干嘛？其实民主社会的人民，台湾不是香港，你知道吗？啊！哎，几位受伤？
走了。那我们回走，回走，回走。那我们回来就好。警察撤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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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肉体是奉献给谁啊？我们来拜托一下，我们是，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人耶，你们是我们的保姆。我们没一个，一个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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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没有跟你们起冲突，是你们违法，你违反刑法304条，好不好？中华民国没有居住的自由，迁徙的自由了吗？警察先生，你违反刑法三百零四条，香港了，我没有要跟你们起冲突，好吗？我错了，是香港了吧？你们违反刑法304条，所以我才会，我们才必须要去冲。春香，我觉得不用去，这样子反而不好，要推他，推他那个，不要推了啦，那个警察你知道他会受伤的。你要告诉我们凭什么拦人家的路？我春香，这样子，你还好吗？春香不要冲动。春香啊，你走，啊你卡嘛？现场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警察，你们手动手害，你们阻碍市民回家。啊，拜托，你不是路人，这跟那没有关系，每个台湾公民的人权都是一样的。自由。啊，你是香港人吗？你是香港的特首吗？你凭什么说要撑香港？香港人回家都还自由的呢。警察先生，在这边，我真的没有要跟你们起冲突，你知道。我们要跟你们起冲突，如果你们要强拆，那是你们明天你们要执行公务，但是你们今天做的事情跟强拆没有关系，你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是违反刑法304条，好不好？不要放开啊，来，春香，春香，我们都是他的家人，现在我跟你说，只有你们不是，不要，这个手段和目的有什么关联？春香，怎么了？他摔倒了。你的脚还好吗？你的脚还好吗？很痛，有受伤。我跟你说啦，你先到旁边休息一下，你不要让我晕车，好不好？我先坐一下，我先坐一下。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这样，好不好？好好，我带你下去。先坐一下，先坐一下。还是你先去我家疗伤一下，你要病了。你去我家看看怎么样子啦？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啊！我跟你们在一起没有关系，死也没有关系，死也要跟你们在一起。谢谢学生。我死也要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到哪里来这边不能到我的家？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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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处理，我处理。到哪里来朋友来到这边不能让我回，让我朋友回家，不能让我朋友回家。OK OK， 我们都会陪你，我们都会陪你。立马给灯！在那个说好这个地方，让座，让座，我进去他家包扎，让座，我进去他家包扎，好不好？你们还没有人性呐、啊！他受伤了，你知道吗？那个，因为现在是他受伤了，你知道吗？好，等一下回去，等一下。我一个女生陪他怎么办？麻烦你，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我跟他住回去可以？我跟他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住回去可以？有迁徙的自由吗？我住回去可以？住回去可以？他脚受伤，你听无呀？你看是有啥话来回啊？你跟他拍拍，安娜，
安娜，你可能要知道现场的情况。欸、你们是台湾首例阻碍，我跟他一起进去，阻碍当事人回家。我看过拆迁议题那么多，你们台南市政府最厉害，你们阻碍当事人回家，你们阻碍来陪伴他的当时的他的朋友回家。妈，你尊重一点，不要摸我，我这样很舒服，很不舒服。你们违反刑法304条，你们违反刑法304条还敢这个样子？三百零四条这样子，我跟你好好讲话，我跟你说，台南市政府现在。我们执法依法行政，你们没有依法依法在哪里？你没有依法在哪里？违法，违法，你是违法，违法，你根本就没有依法。什么叫强制罪吧？你根本就没有依法。那个房子只有一半要被征收，对于另外的房子根本就是可以自由出入的。你们违法，你还敢说你依法行政？你拿出什么法来啊？先拿法出来。304条，强制罪。我们由中共处统一发言。中共处啊？中共处？中共处啊？中共处铁路局，铁路局公中共处。你们归铁路局吗？你们归铁路主管哦。你违法是你自己，你个人会上，我们会告你个人的、啊，好吗？现在是连中共出来这里是，我们现在是会告你，我们老百姓的钱呢？我们会针对你们这个人，你们个人会被记到。你叫救护车是司机当事人，中公处过过来处理。中公处让你们夹在中间，你们马上就要。他要回家，你们至少要开一条路给他走。你可以挡我，你没有权利挡他。有啊，让他回去啊。你们哪是要让他回去？这不就是你们造成的吗？好不好？哎、欸，拜托一下，让我陪住户回去报站，好不好？他是我干女儿啦。好不好？拜托姐，好不啦？我姐姐，拜托好不好？他脚流血了啦，好不好？麻烦一下，麻烦一下，麻烦先生。哎、欸，等等啊，你们不要那么强硬。你们现场，你们是全台湾首例，全台湾首例。来，有没有带他？有没有带他？然后尊称的小姐家属带他。好，他一直要出来等你。为什么你又来推人干嘛？你又这个，不是你推啊？没有，就是你推。没有，你问他。对，就是你推的，就是你推的，你知道他证实了、啊，就是你推的，镜头都看得到。你这样好意思这样说？所以如果警察都是这个样子的话，人民要怎么守法？民警这样蛮安的啦，你们台湾首例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台湾首例，台湾首例真的，台湾首例手拉手在那边挡着住户回家啊！台湾首例，我看了4-5个破千案，你们台湾首例，台湾首例超难看的，台湾首例，你还有法，已经无法无天了，台湾首例啦。老百姓的家在前面进不去。不要欺负我的朋友！不要欺负我的朋友！听到了？现在大老爷在看东西吗？不要欺负我的朋友！在场的都是春香姐的朋友。我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本来今天完全没有跟你们起冲突。你可以看到我。真的本来今天没有要跟你们起冲突的，我们也没有冲突，我们就是要回家，一条回家的路而已。很简单，就是你刚才说你听中公处的，那中公处要告诉你说到底有没有违法。不要这样子，你们让这个局面越来越难看，真的不需要这样，真的不需要这样，听懂了？去解释你的上层，你会不会要长这样？不要欺负我的朋友。真的没有必要。警察，不要欺负我的朋友。我在台南看到那么多。警察，不要欺负我的朋友。先坐着冷静一下，别挨揍。警察，不要欺负我的朋友。也没有要什么。警察，别不能跟催我的朋友。你们说，上这边先把这块金还啊。本来你们有法律，那我还尊重。问题是你们根本就是违法的。
你们是违法的状况，你们的违法的状况之下，你们还要强行封路，那你叫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会服呢？当然不会服的嘛。那我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想要去跟警察起冲突的，因为这台南市的警察这些人实在是太夸张，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只是在那边讲依法行政。最明白的道理就是，那个房子只有一半要被征收，另外一半产权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这是重算要被征收的那一半，已经被征收的那一半也还没有点交，所以居民住在当地仍然有完整的自由，可以去管理它，可以去使用它，可以去让它可以通行，这是基本最基本的居住的最基本的居住的正义，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何必呢？所以你们应该以这个制服应该为荣还是为傲啊？我要强调你们在限制老百姓的自由啊，你们是人民的保姆呢。我要强调一件事情，非常明显的，警察台湾有多少？警察再怎么样子，人都会比我们多，好吗？你们在担心什么？你们在怕什么？你们有那么多的警察，你们还怕我们怎么样子吗？我们现在只不过要求做基本的合法的动作，没有别的，就是基本的合法的动作。你们连基本的合法的动作你都不要，你们还穿着这个执法单位的这个衣服，你们难道不觉得可耻吗？这件事情真的有必要这个样子吗？那首先，现在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就封起来啊！后面是立法院啊！是啊，这是工地耶。对啊，而且还是人老百姓的住家哎、欸。你们家怎么是这样守工地？后面是立法院吗？304条，后面是这个立法院还是监察院？你们怎么这样在守工地的？你们是保全吗？去问一下你的上级好吗？你们都忘了宪法赋予人民行动自由、迁徙的自由吗？更何况就在我们的家前面。如果上级告诉你说，你们就是说，那这个责任就上级。上级如果跟你讲说这是违法的，那就请你们撤退，好不好？哎、欸，你干嘛打人？你干嘛打人？不要制造冲突！不要制造冲突！不要制造冲突！我在这里，不要冲突！我在这里，你干嘛打啊？别打！不要制造冲突！我来制造，你不要制造冲突！你少来，连动都没动！镜头，镜头，这人。就是你对了，你要不要去医院？穿我的帽子，要不要穿我的帽子？要不要去医院？穿我的帽子，要不要去医院？让我坐着就好了。让我等一下，让我坐着。是你把他推的，我连推都没有推。镜头在前面，镜头在前面。我坐着就好。你自己问他，我坐着就好。出去，出去，把他出去啊！拜托，谢谢。就会受伤。出去，你骂不要管制区，这边是管制区。什么叫管制区？凭什么管制？那边是工地了，管制凭什么管制？这里有铁条，在这里有铁条，管制啊！这里有铁条，管制。小心啊！有铁条，这里有铁条，这里有铁条，那就是铁条。这样，小心！管制什么东西？不要受伤，不要受伤，受伤这里有铁条，这里有铁条，知道？去问你受伤，不会受伤。这件事情是合法的，出去了，你出去了，干嘛要强制人家？要出去管制区嘛？什么叫管制区啊？依什么管制啊？我要出去就是犯罪，出去戒严了吗？我们民警要违法了吗？民警要管制啊！我坐着就好，我坐着就好，没有张椅子嘛，刚好我张椅子，我坐好。拜托一下，我们今天来这边没有要跟警察起冲突，所以请你们遵守法律。OK， 要强拆也是明天的事情。就被你们没收，我连坐着都不行。你凭什么依法这样子搞啊？没有，我该坐着。哦，你嘞？现场朋友应该都可以被保家好好的邀请。你们这样子在创造新闻画面，对台湾市政府是一件好事，好吧？现场的台湾市政府。你们在做一个完完全全没有必要的穿，只不过因为你们自己不懂法律，你们穿的执法人员衣服不懂法律，然后制造这个冲突。喂，丁丁。第一层，你要依法服人，不是用人多势众。
啊，拿出哪一个法律来啊？拿出哪一条法律嘛？戒烟法吗？我连坐在皇家农村上大学大厅都不行，连院子都不行。有枪的办公室。你们这么多人围在这边，影响他今天的情绪，他已经不行了。你们局长才上任两天，叫你们去抓枪，结果你们先来这边挡人。你们会觉得你们很可耻，可耻。你们局长不是要抓枪的吗？依法行政，你们法在哪里啊？哪一条法嘛？你们既然那么正当，哪一条法出来啊？你们用哪一条法来把这条路挡住嘛？他们来守工地了。所以哪一条法？保全人啊，保全人里面啊。为什么台南市的警察局过像保全一样？我在其他地方的工地，我有看过很多像保全的人，但就是你们看不上。拿我们的税收妨害我们的自由，限制我们的自由，强制我们的自由，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养出来的警察。江正邦，江。对啊，你不需要。我所说这样做，因为放着就好了，放轻松，放轻松。我这样轻松。我这样轻松。这么轻松。想要把人挡在外面，这样子。不要挡你，没关系，都有事也没关系，就是。我不要跟你啊，扯我帽子，是你，记得你，是我，你推他，也是你，我不管人没动你，你推他，我锁在这里。你不要，我的手在这里，这个不用再讲。我手在，拿什么法出来？我手都在外面。你现在依法行政，你拿法律出来。立法委员都害这个执法，我现在手在外面。你回答一下，当然我没有答案，你不用讲这些了。我没有答案。我认真问你，没有答案。你是现场指挥官是不是？我没有答案。请报上你的大名啊！请报上你的大名啊！你报上你的大名啊！你是公务人员啊！你为什么要扯我的帽子？你因为你妨害他的自由。我没有动他。我们路人收证录影带拿出来，警察又讲了。看不下去，你刚才都先问一个女生，收证录影带拿出来。先看我，你一两条法，这种小事情检察官不会去搜。你就是限制他，限制我们全部的人啊！你看，这个叫做不要限制啊！他妈的，这是中华民国的警察啊！是我限制他，这个叫做没有限制了。限制他吗？这个叫做没有限制了。不要，没关系，不要耍嘴皮子。限制他吗？你不要耍嘴皮子。那我在，不要推。那我在往推什么？多一点，你不要推我，不要让我顶。这边还有个空位，有没有要进来的？他说。这个叫做你们这几个大男生把一个女生带来是算什么啊？没关系，他们喜欢展现他们作为一个中公局的保全人员。你为什么要吃我的帽子？我要保护他。你为什么要吃我的帽子？我要保护他。你为什么要吃我的帽子？我要保护他。你看我要保护他。你不要靠近我，你一来不要碰我，你一来很轻松，你不要碰我。那为什么可以碰他？我守在这里，你可以碰他。我守在这里。你们为什么可以碰他？我根本没有碰他。你们。我没有碰他，不要把我椅子拿走。谁碰他？你们，你们是谁？最后面的人，我都没有碰他，我手在这里，我很轻松，我手都在这里，我手在这里，你不要碰我啊，我手在这里，我手在这里，我碰你到现在，我手在这里，我手在这里。这位同学，我手在这里，你右脚往下踩一步，我手在这里，我跟你讲，只要你不要碰到我的手啊，你让我手受伤，是你在碰我，没有，是你在碰我，我手在这里，我本来就摆在，你在碰我，我本来就摆在这里的，就没有铁桃的问题。发着心，发着心，我在这里。你们没有挤我，就没有铁条的问题。你们一直挤我，我就会撞到铁条。坦白讲，谁让我撞到铁条是警察这边。你们怎么推我，我就会怎么撞到。听到了吗？听到了没？你们怎么推我，我就怎么撞到。所以我等一下铁条有什么样的状况让我受伤了，基本上你们害的，因为我在里面。台南是不是已经戒严了、啊？人家回家都被你们这种
这样层层包围，实在是中华民国实施宪法以来第一招吧。戒严令也没有到这么严重啊！你们把我椅子拿走了，我只能坐地板呢、啊，不是吗？希望你应该很开心的把椅子拿后拿嘛。希望你不要把我脚坐受伤了啊！我那你就挪开一下，你就挪开一下。我脚先踩在这里，叫我挪开，什么意思？欸、你先把我椅子拿走的，这又是你家的、啊。拿不出任何的反应。我们就站在这里呀、啊。他要坐地板，没有碰他，什么叫做暴力？什么叫暴力？我没有碰他。你们后面那位警官把椅子拿回来。把椅子拿给我啊！哎，你们把椅子拿走了，这是小动作一堆，小动作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台南警察局小动作，嗯，超喜欢小动作。从小动作，从十二点为界，你从十二点不允许人们进出，连哪一条依照哪一条法都讲不出来，问了十次都问不出来的。要在另外一条巷子要你们拿公文出来，连一张公文都拿不出来的。现在阻挡在一排，刚才阻挡住户回家，真的是一个小动作。台南市警察局，警察局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再继续剑拔弩张，到明天五点。你们以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们就不用轮班，你们现场的人就继续看要排班多久，你们就受中共局这样子处理，你们都不用换班，超棒的。我可以请你帮我的帽子拿回来，拜托你帮我的帽子。你先把你的法令拿出来。你先把法令拿出来。你凭什么帮我的帽子？你凭什么挡我的路？公用的呢？你凭什么挡我的路？私人帽子哦。哎，你凭什么挡我的路？我是好戴帽子哦。不要模糊焦点。为什么不理会人们问你哪一条法律嘛？我们人民最在意的是你一哪一条法之外。我希望你也尊重人民啊！警察局可以尊重人民吗？我们问你一哪一条法，我们要你不要滥权。你一哪一条警察局法在这边嘛？拿出法条来。你们有戴帽子的人连法都讲不出来，你们指什么法、啊？这是我的制服。这是你的，你在，你为什么有这个制服？是因为你是警察，你是警察，你要说你怎么依什么法、啊？你滥权的问题，你要回答。我站在这里就是依法。你有义务回答，我站在这里就是依法。你没有站在这里就是依法，你必须回答依哪一条法，否则的话你就有滥权的问题。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你们今天有滥权的问题，你们不回答说你们依哪一条法执行公务的话，讲出来啊！我不依法就不会站在这里。拿哪一条法讲出来？你们限制人民行动自由？依法是不能说的法吗？依法是哪一条法？你们限制人民行动自由是强制罪哎、欸！老人家聚众啊，聚众！我们妈想要给你乖乖，我们聚众，社会法聚众。你可以关我啊！你哪一条法、啊？我妨碍公务了，你快抓我啊！你快抓我嘛！你依哪一条法？你又讲不出来，我违反你的法，你讲啊！你讲不出来就让这边人进来啊！你现在都没有讲话的话，你就是没有，你就是违法嘛！现场的警察这边十几个全部都违法嘛，因为一个法条讲不出来啊！警察，现在你在一分钟内不讲出来，我觉得现场人民都跟你说，现场台南市警察局全部都违法，因为讲不出法条，一哪一条法执行，你们就滥权。你们快快叫哪个法务过来好不好？你们搞不清楚法律，叫你们法务过来，你们一哪一条法嘛？你们在一分钟内讲不出法来的话，你们现场十几个警察全部都是滥权违法，在那边执行公务，哪一条法讲出来？讲不出来，你们现在就不准限制人民行动自由，你们就是强制罪，你们就是以个人的方式在限制人民行动自由。有没有认识律师朋友？给我一个电话，我现在请律师过来。我现在就来，哪个编号的？15009，好，15009，好，再看哪个编号的。叫你不要急我好不好？我没有急你啊，我就说，我就是在，我在看你们编号。你怎么急我呢？我在看你的编号。为什么随便碰触我的身体呢？15004。你回去睡觉就不会在这边的了。刑警，刑警，你回去睡觉了。我守在这边，我守在这边。哎，啊，我也是在这边了，为什么不能过去？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中华民国领土呢。看不到，我
你们都不讲你们依哪一条法执行法律的话，你们就是有滥权的问题啦。你们现在都在做强制罪，就是啊，你们现在全部都在对人民做强制罪，你们在写中华民国的宪法史啦。你们现在都在做强制罪，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15009也是历史上的一件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你们招你们法务来，你们依哪一条法执行讲清楚，你们个人讲不出来，你们现在就是滥权啦。现在已经滥权多久了？哎，现在从刚才到现在多久？有半小时了吗？你们至少对人民强制罪已经半小时以上了吧？恐怕不止哦，早上封路到现在都是强制行为啊。对啊，你们这样强制行为，你们到底依哪一条法？这是可以告的耶。行，人民问你们，你们有回答义务。现场的记者媒体那么多，你们有回答的义务。你们依哪一条法来限制人民行动自由？你们不讲出来的话，你们就有滥权的问题。你们可以手再勾紧一点，没有关系。你们可以现场的刑警跟就是一般的各位警官，你们手再勾再紧，你们还是有滥权的问题，因为你们回答不出来，你们依哪一条法在执行公务？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依哪一条法来限制人民自由。我觉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是没有法治的地方，因为连法都讲不出来。我觉得现场看着各位警官的眼睛，你们可能要清楚明白知道，你们讲不出你们依哪一条法来限制人民行动自由的话，你们都有滥权的问题，你们都有做个人行使强制罪的问题，你们是会上法院的。我还是说，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现在是台湾的首例，因为没有一个拆迁的案件是这样子在执行公务的。你们是台湾的首例，你们非常的厉害。但人民现场人其实没有很多的情况下，你们做这样高强度的执法，而且还讲不出哪一条法，连举牌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们连举牌都没有，你们连把人民排除相关的举牌都没有。谢谢谢谢。对对。我觉得说台南政府警察局，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是台湾的首例。后面那位指挥官吗？后面那位指挥官，你要不要来说一说你依哪一条法在做相关执行？我好像今天一直在问这句话，但我都得不到回答。你们可以指一个你们完全不知道依什么法的东西的执行吗？别哭。只是依你主动拉的。
所以现在现场到底有没有警察可以说是依照什么法？不然你们现在站在那边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大哥，你们现在站在那边依据是什么？有没有？我只是问你。他是刑警，他是刑警，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啊，是，所以请你不要碰他。那我也是刑警啊，对对，我也是刑警。哦，我也是刑警啊。因为我是，我还是宪兵，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宪兵，我可以告诉他的身份，我可以告知他你们。他现在他有宪兵的身份，现在讲话，他有宪兵的身份依据这个法。你现在讲话，请你不要碰我们同仁，请你不要碰我同仁。但他没有穿制服，他跟执法。所以我自我可以。告诉他，他是刑警，你全军会制服啊！不要动我啊！我没有动你啊！莫名其妙，我没有推你，我没有动你啊！我脚动了，我的手在这里，请你不要挤我啊！你说你没有推我，哇塞，你没有推我，是啊，我在那边，那我现在要往前，你不要再推我了，你要挤出去吗？我帮你塞进啊。要出去吗？你要出去吗？那你就不要没。你要出去吗？你只能违法，违法这样很危险。一句相反，那你还要讲危险？这边有，这边有。人让开，人让开，真的很危险。那大家都把人清开，大家都把障碍物清开，就不会这么危险了。这样会受伤。这样不会受伤，你们大家都融化掉就不会受伤。一直在贴我。去跟里面的人陪伴，去跟里面的人聊天，去消化他们的情绪。你别，你别挤我吧。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这里？后面的同仁在挤我，是你后面的同仁挤我。好，从来都不是我在挤你。好，刚刚问了20-30分钟，说依据什么法要打？不要挤我，现在不要挤我，后面就在挤我。现在挤我，我站在这边。我们不要挤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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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挤我。不要踢我！哎呦，冷静！刚的吧，你为什么说不出来？现在又要阻挡人民前进？你不要太靠近我、啊。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请你不要靠近我啊！我很不舒服。我还是想问你，欸、一男挑法。我守在这里。一男挑法。我守在这里。我守在这里啊！不要产生误会，我守在这里啊 ，OK。我锁在这里，希望外面的看清楚。我锁在这里，我们要挤里面啊！我手也在这里。OK， 好，前面的朋友欢迎进来。好，我相信能够通过重重考验当上警察，应该至少有基本的听力跟表达的能力吧？那怎么会听了说 A 一句什么法，听了20-30分钟，结果还是回答不出半句话？啊，支支吾吾在那边一直推，又说我们依法依法执行，依法执行。对啊，那所以现在大家的，就是大家在座各位的警察表达能力跟听力是有什么问题吗？哪一条法吗？对啊，我想我就拿。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现在为什么不回答我们要阻挡我们前进？告诉他哪条法很累呢？对啊，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就是有法没法就直接讲了。我要进去，你又说我踩你，哇，那你到底是怎么样？警察暴力法啦！进去喽，拍谁哦？来，哎，来推人家嘛！你叫人家推了，停住！就让你推干什么？哎，来。停住！谁厉害？梁姐，受伤了。现在车开就没有人受伤，玩笑这么难吗？玩笑这么难吗？啊！为什么玩笑这么难？啊！
这样压到人了，我要把他拉开，你这样拉到人，要人魔法，太压到人了。哎、欸，你们警察都是跑出来了。够傻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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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